轻点。我来了。哎，不要爬到上面哦。请你坐在这里，屁股坐着，打开合起来。哎呀。哎，很好，标准呢，做得很标准哦。好，这样会了吗？哎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表演跌倒啊。打棒球，打棒球。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事情。这个要调好，不会这个碰到地上。哎，有手套可以绑。我知道啦，那可是也不能一直跌倒啊。哦，我上次有跟你们说吗？上课如果跌倒三次就不能玩了，就要坐在那边。喝水聊休息聊天，就不能上继续溜了。哎，如果跌倒三次的哦，你已经两次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能再跌倒了啊！再跌倒，剩下的时间你只能坐在那里哦。我请汪老师，哎，带你回去的啊。对啊，每个人只有三次的额度。好，再来，老师跟你说，再一次哦。等一下呢，站起来的时候，等一下，我来排一二三四。你要先展开。合起来这个，我看他最后空位的时候才能出发哦。来，一号给你看哦。好，一号先来，一号。好，一号，来扶着，扶着，往后扶着。没有，等一下，先看他坐，来坐下来。好，扶着，来，脚脚尖，脚尖，坐脚尖，扶着，扶着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好，你看他脚尖，好，开，开。哦，脚尖要只有这么大哦。哦，等一下你的动作才会响。好，一号先出发，看他的动作，他只能做个标准。标准有的时候会跌倒，是要扶一下，来一标准。好，快到黄色角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开，哎，要画葫芦有没有？开，我现在写一个数字，阿拉伯数字叫做八。好，这样写的，有没有？合起来，没有炸弹的地方合起来，不然你会一直打开，一直打开会劈腿啊，裤子就会破掉啦。哦，所以有的时候要打开，我看到炸弹就打开，经过了就可以合起来了。没有像他这样，打开。你看，可以这样讲一下。还是膝盖前面就不太会跌倒，如果你怕跌倒的人，你的膝盖就不太会。妈妈，我要尿尿。好，没有碰到炸弹。好，来。妈妈，我要。